wrist.你哪会把自己顾到这样啊？长得好，都没换衣服，这样感冒啦。唉，够三万。老婆，你别打电话，我刚刚就恐怖，你别跟我讲讲的。我是怕你会感冒啦。你现在还可以继续的，别跟我塞信的，走，我走。我是说，你要去找定慧官，你跟丁慧官之前住的那个饭店，钱也是总裁拿的。现在别说这个啦，跟我回去好吗？我不会，我是不会跟他回去，我不会回去，那个全部都是妖魔鬼怪的感觉。你敢知道你现在说话吗？不像要笑的感觉。顶个阿强，阿着四个甲人讲，伊爸爸是江道生，结果就送去疗养院啊。你若继续安尼胡乱乱讲，凡是后一个送去疗养院的人，就是你。没啦，我袂送你去疗养院啦。只要你甲我回来，咱同款哦，会当好好过日子啦。啊，若无，你伫外口胡乱乱讲，胡乱进入，还是郑清波听到，因恐惊啊，会送去疗养院哦。你别威胁我，我才袂中你的计。飞弟，我袂阁甲你做伙啊！我看到你，我脚就恐怖，你来个总裁，我该你要离开，他搁离家出走啦？不是啊，伊不是江总裁，伊是鬼，伊不是人。关心你，伊莫因为老体受到刺激，话就啥咧有白讲哦，安尼真正会让人当作是笑的。是咩啊？啊，总裁拢确定过假讲啊啦，你若无去，我嘛真唔甘，搁较免讲是你啊，你也较尽做的啦。以后还有机会啊！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不过，害我替伊生囡仔，若真正生落来，不知影是什么妖怪，我连想都不敢想啊！你讲错未？我对你这样坦白呢？你刷在我空嘴甲我抹盐，那是咩啊？你还甲我糟蹋到什么程度？你才甘愿啊？是你这个老妖怪在糟蹋我！你明明知影转生死会当后事，你搞我替你生囡仔！你这个老妖怪，我让你看到，我哪会去庙里拜拜化煞去？我的心明哪会讲什么转生死啊？我阿伯袂晓法师啊，我去问阿伯。阿伯。你若敢乱讲话，我该总裁就真正把你变作是啥，你都别哭目屎哦。阿伯，拄仔看你这冤家，是阮什么代志啊？敢真严重诶！万新敏啊，老体情绪无少稳定，一直产生幻觉。啊，总裁想要安待无效啊，只好请指挥官来照顾一下。新敏啊，我看你精神敢若有淡薄无正常呢，咱先来转啦。啊，上无你嘛整理你的，有啥物话咱豆豆再搁讲。好，咱赶紧转去。一秒钟，我无想要看到伊，真正就恐怖的。较正常诶，万新敏，今日无后摆见面，你真正互人关伫迄疗养院哦。紧哩，你紧来走，紧。不是你啦！把我杀去，我也将重人。你不是杀我李慧卿的，你是杀我李炳宏来的。啊，你早就知影要发誓啦！啊，你心内应该就有底啊！你唔敢讲，搁我还无甲你提醒，你真正是够离谱的呢！你卖拢杀来我的头壳顶哦！是你叫我去甲伊诱拐，
结果怪到今麦，一直对我高高顶，我想要分手都袂用诶。万一伊若因爱生恨，啊有话说，甲我变作神经病，安尼我是要怎啊？哎，这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呢。我看你还是先回去找伊，啊，你对伊吼要较巴结呢。你的意思是？叫我搁回去跟那个鬼做伙，你哪这么歹心嘛？把人家死不了心嘛？我才无爱嘞，要去哦，你家己去啊！我一直替你想办法呢，你一直搞我骂，我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给我看清楚哦，这间饭店到今嘛，搁是江中人咧付钱的，伊是对你饲袂到有春哦。啊，恁斗阵嘛斗阵过啊，嘛已经有过囡仔。舅妈，你到底是倒位你袂得过哈？那安尼你去找杨双水啊，去讨一个讲法啦。讲到你哦，真正是予恁爸保护得上好啦，一点社会面感拢看袂出來。迄杨双水就是超工要甲我调的，看我是毋是翻头转去找阮大兄。所以今嘛，不管我过安怎艰苦，我嘛爱坚调的。好佳哉是江总裁做我的金元，啊！今麦我甲莹莹拢还袂徛稳，江总裁是咱唯一的靠山呢。你今麦甲伊放掉，我甲莹莹拢会对你倒。相公莹莹倒啊，莹莹真紧就会，就会安怎？今个差一点也袂记哩，我叫江松仁甲因做法，伊甲因种一张符啊，互因家破病，相片煞真多，佫会当赶紧互伊甲钟俊结婚，头壳转移世界集团的股份，种一张符啊，安尼效果会安怎啊？我哪会知影？伊甲我讲。伊好像就得到一种蛋白镜头，啊，不过是毋是会当做化化解，我嘛唔知影。虽然敢若有镜头，唔是真正破病，啊，不过地清波遐人哦，一定甲莹莹抓去治疗啦。哎，着蛋白治疗，拢无好过呢。啊，莹莹这下又过来吃苦啊！哎，好啊啦，你莫阁讲啊啦。现在到底是要怎樣？要怎樣？還有需要問我？解鈴還需繫鈴人啊，當然是去找江中人啊，那如果不然，要找誰？咦，你別緊張啦，你別破病啦，這只是暫時的，是我請從人給你做法事做成的。你不是很想要趕緊拿到世界集團的股份，要讓嘉賓換回來，所以我就拜託崇仁幫你做法。媽，你到底是在想什麼？愛真莫及耶。媽，你現在緊想辦法跟江總人把這個壞事改掉，跟什麼交啊？我妈，你的表情那么怪怪。刚刚，刚刚看到你是一个不良的坏事，伊可能会晓下注，伊袂晓解毒哦。你哪里？我是不是真正要死去啊？不是啦，哪里嘞？无你即马去甲伊联络啊？我无法度甲伊联络啊，因为我一无说你，我就漏听啊，我就甲伊起冲突，所以阮两个人即马正在结气。我实在是无法度马上面对伊。妈，我敢有听唔着啊？我拢已经痛苦到安尼啊呢，你搁在搞你的面子皮哦？我不管啦，除非你要目睭金金哦，看我受着白疼，即马搁死。要不你想出来，后半你要替我解决啦。
我当然嘛唔敢看你受折磨。不过我真正是无法度马上面对伊。你阁给我一点仔时间，给我想一下好无？你即马死去家，甲法师改掉，那么我真正是会死呢？你袂死，我有讲啊，这只是暂时的。我真正无法度马上面对伊，你莫阁逼我好无？你是不是有无法度面对伊？你有无法度面对这个老怪物？惠弟，惠弟，我即马看到伊，我就感觉想要吐。我不管啦，你抓出来嘛，我来替我解决。我若想到办法，我就会替你解决啦。你伫搞我路嘛无路用啊！你根本就无咧管我的死活嘛！地老哥哪有你这种做娘死活出来嘛嘛？乌龟啊！少怀，你是安怎啊？是啊，少怀，你是看到啥，哪惊到安尼啦？鬼啦，足恐怖的呢！你看得到我？你要找人死啦？不是我，足惊的。你明明就看得到我，是安怎无爱跟我应啊？哎呦，我嘛无识识你啊，是安怎甲我哭哭流啦？我咧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先生，你有安怎无？是嘞啦，造成你的困扰。这位先生，也是真歹势哦。啊，阮老师唔知有甲你吓惊到无？无啦，啊，请恁阿好安搭这位先生的情绪。伊看起来足激动的，我惊伊可能伤害到伊家己。啊，我先离开啊。哇，过来啊！哎呦，你嘛来找我啦！我甲你无完无休的。啊，你看不着我，你看不着我。奇怪，伊真正听不着我讲话，哪呢？哪有啥物鬼啦？啊，就算讲是有鬼，伊妈妈的正气，嘛有法度拍到伊魂飞魄散。我相信你。哎，陈东军，陈东军，你相信我？当然啦、啊，这个、世界上哦，有神都有鬼啦。啊，国再讲，这是病院呢，算是一个基因之地啊，有真侪人哦，拢嘛在遮往生，所以你会看到一挂孤魂野鬼哦。这也无啥意外。哦，总算哦，有人相信我，若无大家拢无相信我，连姑爹跟妈妈也无相信我。伊毋是唔愿意相信你啦，伊是惊讲哦，你会受到惊吓，嘛惊会去惊了着另外一挂好兄弟啊。毕竟人鬼殊途，伊安尼做嘛是对另外一个世界一种尊敬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真正无去的呢。哦，那安尼，伊就是感受到咱对伊无歹意啦。哦。喂，无惊无惊，少怀无惊，心肝头起好听，拜请四方神明来收结。呵。真正袂惊呢，陈龙俊，你足厉害的。多谢你，少怀，这下是不是？会当去看医生啊？嗯，会当。好人陈东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唉，看起来这只蝴蝶啊，已经落入去我的捕虫网，走拢走袂去。这个少怀。是唯一一个会当看到我的人，我爱甲伊对付掉，
我的确会当把我要讲的话拢传出去。